熟了，太熟了。喂，真的可以啊、哦！来试看这个。你直接放吸管吧，你直接放吸管喝它的水。哎，真的可以耶！看看看，太熟，太熟。要不然如果它还生的话，它就比较长。好吃吗？可以耶！以后我们下一次 party 有你来教我们，每一个人拿一粒黄梨来是吗？我到最后都可以注意，你自己吸管放下去，倒一点芦荟汁。真的可以耶！黄梨口味芦荟汁。哇！真的很甜，这样以后我们去海边啊，去拼你可以不用带刀。附近有谁卖黄梨的，可以请我们去表演。买。你还要继续再挖吗？这是黄梨。你还要继续再挖吗？喂，哦，这个、真的哎，太神奇了，叫我回去表演。好了，下次哇，成功了。